大家好，这期我们串联一个动作，把左右侧拉球串联起来做。动作目的可以熟练基本功，左右平衡以及左右换身位。第一步，侧拉球。第二步，跳绕同时，触球脚由侧面绕回至正面，球的上方。第三步，踩球，向后拉，做另一侧的侧拉球。这个动作的重点，跳绕时半转身跳绕，给换位后接球留出一定角度。做这个动作时，建议大家先把侧拉球和跳绕这两个单独的动作练习熟练。